关了，等进。好来，来吧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笑林，我是小黑。那今天呢是我们新笑林的特别节目，叫做大腕带新人。那说到大腕呢，看到我身边这位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著名演员刘晓梅老师啦。刘老师您好。你好，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我是来自河北的演员，我叫刘晓梅。我是唱大腿演小腿，上戏上什么三姐的，喂三姐，哎呦小马，哎三姐，哎你是哪的？我北京拍戏的，北京拍戏的。北京啊，怎么火呀？三姐的话，三姐谁你打你啊？叶导，叶导，叶导了，现在哈，搁北京呢。啊，你们这会儿要杀北京，你都谁呀？你谁啊？三姐啊。小贝。三姐啊。哎呀，挨个说，挨个说，挨个唠，快点电话给他。哎。晚上请吃饭啊，录了三遍头，想了三遍电话接，真要不是你啊，我这小暴脾气。那是你马哥风格，那是马哥。这怎么马大腕儿现在？你们咋的？那你们跟啥大腕儿拍戏呢？刘晓梅，小梅姐。刘晓梅。对呀。小梅，哎，你快点把电话给他，我认识。你真的还熟啊，三姐？哎呦，我这真是圈里的大姐。来，小梅姐。三姐电话，怎么还五呀？三姐特别熟，说你没想过说，我刘老师跟三姐还认识呢。哎，小梅姐，你是保定小梅姐呀？我是沈阳三姐。你好，记得不啦？那个保定啊，我跟你还有咱姐夫，那咱仨喝的，你忘了？你那酒量不错呀。我这不。那也不是三姐呀、啊，那个你说啥？在保定怎么着？你咱仨喝的，那你到保定？你有空？啊，你说。你有空来沈阳啊？哎，行，我一定给我打电话。哎，行，我安排你。哎，行，一拿口话，一定的，哎，好的，打电话给小黑。哎，我保定。啊，多保重啊，多保重啊。哎，姐，什么情况？哎呀，替我照顾好刘老师啊！行，小梅姐在我节目放心，我肯定替你照顾。哎，行。完了，你替三姐办个事儿。什么？我妹妹下个月结婚，然后小梅姐正好给我录段结婚视频。完了，搁互联网放，那多有面子。小妹结婚了，对，行，我那好事儿，这恭喜啊！我到时候我肯定去。那地方应该拿六火。行，没问题，你给我办了，把这事儿办了。行，好嘞，放心吧。咱录节目了，回头了啊。央视很熟悉，也是我真够不专业。行了，你的电话别响了啊！哎，对，这么回事。哎呀，这么回事，小梅姐，哎，我跟大家正好说一个事儿。那个小梅姐，三姐拜托你个事儿。拜托我事儿。三姐的妹妹，跟大家一起说一下啊。妹妹，下个月结婚，终于嫁出去了，老不容易了。对，下个月大家都去啊，小赵都去啊，小王都去啊。我去不了。我去不了吧，我去不了。没事，小明，就有这么个事儿，拜托你。你说。现在就特流行，就是婚礼的时候放那种 VCR， 就是明星大腕给他说几句祝福。今天正好，哎，巧遇了小梅姐在咱节目。不是那个三姐妹妹，我不认识，我不认识。没事，你不认识三姐吗？行，那就给咱说几句。然后咱们这样，正好咱们要录制这个工作状态，这个感觉不是更好吗？跟他们别的明星录的不一样。然后这个小梅老师，您说几句，咱们工作人员、导演、叶导，哎，一会儿都上来啊。然后咱们一起，耶！对，小梅老师走，走，对，好。